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史考特，欢迎收看一分钟健身教室。人类靠着手表来得知时间，但我们的大脑里面其实也有一个生理时钟在记录着日夜循环。为了研究人类在太空中失去时间感的后果，1962年一位法国的科学家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底坑道里面住了62天。他没有带手表或者是任何的计时装置，地面上的人也无法跟他联络。他每天起床、吃饭、睡觉的时候，会跟地面的人员打一个信号，以记录他的作息时间。看看在失去时间感的环境里面，人类的作息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每天他困了就睡，饿了就吃。神奇的是，虽然他不见天日，也无法得知时间，但是他的作息仍然维持着24个小时又30分钟的日夜循环。由此可证明，人体里面也有一个时钟在不停地运作着。这个时钟不只掌管我们的睡眠循环，也控制着我们的内分泌、体温、食欲还有运动的表现。既然体内有一个生理时钟在运转，那么运动表现是否会跟着这个时钟一起变化？我们又是否可以配合这个时钟来获得最佳的训练成效呢？答案确实可以。科学家发现，爆发型、力量型，或者是我们说无氧的运动的能力，例如说塔巴塔、高强度间歇运动啊，或者是重量训练等等，这些运动的表现在傍晚的4点到8点之间表现最好，而早上的6点到10点呢，通常是力量最差的时刻。根据不同研究的数据，早上跟傍晚的运动表现可以差到3%到21% 不等。换句话说，傍晚练的力量可以比早上练高出3%到21% 不等哦。2009年的研究也发现，重量训练在傍晚做得到的肌肥大效果比早上做多了 0.8%。 科学家还不知道这个现象的成因，有些人猜测是跟体温的变异有关，其他人则认为是神经征召能力的改变。总之，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。相对起来，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就比较不受日夜循环的影响，有些人喜欢晨跑、晨泳，有些人则喜欢在晚饭后睡觉前把握时间去健身房踩踩飞轮。不管是何种有氧运动，其运动表现跟生理时钟的循环没有太大关系，早上跑步或晚上跑步基本上是没差的。虽然说高强度运动或者是重量训练的表现会在傍晚比较好，习惯练白天的朋友也别太过担心了。研究显示，身体会对特定的训练时间产生适应。换句话说，习惯练早上的人，早上的力量反而会比下午更好，而习惯练傍晚的人，则会进一步拉大早上与晚上之间的力量差距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再好的运动计划，再理想的运动时间，只要没有持续执行，运动的成效就无法持久。贯彻始终，才是一切运动习惯的基础。现代人生活忙碌，上班、上学、带小孩、交报告、赶死线，光是要挤出一点时间来运动就已经很困难了。我想除了职业运动员之外，很少人有那样的时间弹性可以决定要练早上还是晚上。尽管固定时间运动或者是傍晚做重训可以让你获得一些优势没错，但选择个人最方便、最实际、最可行的运动时间，我想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才是可长可久的策略。YouTube 频道 Picture Fit 有一个运动时间金字塔的概念，史考特依据一些个人的想法来稍作修改，分享给大家。依照重要性由下往上，金字塔的第一层是依照个人时间许可喜好来安排训练，第二层是固定每天在一个时间训练，第三层才是高强度运动在傍晚做。另一个史考特很常被问到的问题，晚上练重训会不会影响睡眠？大家常以为晚上运动会影响睡眠，但这个说法其实不被科学所支持。2018年发表在《运动医学》期刊上的统合型研究发现，截至目前为止的科学研究并不认为晚上运动会妨碍睡眠，反而对睡眠品质有微小的帮助。针对重训所做的研究也发现，不管是早上、中午还是晚上做重训，对于睡眠都有正向帮助，有做都比没做好。不过对于超高强度或者是睡前1小时内做的运动，还没有什么研究可供佐证。原本就很难睡，有失眠困扰的朋友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最好不要在晚上做高强度运动。至于没有失眠问题的朋友，请放心的运动吧。好，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。总结今天的重点，训练时间首重个人偏好，再来固定训练时间，最后才是傍晚练重训。晚上做运动其实不会妨碍睡眠，对于时间紧迫的现代人来讲，晚上运动绝对是可行的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别忘了帮我订阅跟按赞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